民进党这边的这个立场，因为我们这个不是第一次，这个民进党执政在之前的执政，我们都已经陆续的在推动，所以民间这个持续的工作，民进党不会缺席。那怎么样来大家一起来合作所谓的分进合击让台湾的主权获得国际的这个肯定，这个部分我们会进入。这个现在主席总统跟国安系统跟外交部来会商，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入联的国家战略。